怎么这么喜欢蓝色？嗯，我最喜欢紫色。最喜欢紫色，还有红色。那你喜欢睡觉吗？不也，不是。但不是为什么不喜欢睡觉？我画好了一个大骨头。你画了一个大恐龙骨头哎。大骨头。对呀。大骨头是什么呢？那它的尾巴是什么颜色？然后它尾巴这里有。我要找一个颜色。绿色。找一个颜色。那要怎么办？请你帮忙画好吗？不想。要帮忙画这个恐龙尾巴。这个我也可以借你。好，你先画，等一下换爸爸画。这个又不是我的，又不是我画。那我们一起画。完，你怎么在画自己的手？我看到这个跟幼稚园的蜡笔一样。幼稚园的蜡笔，因为这个有这个，这是什么蜡笔？恐龙蜡笔跟幼稚园的一样，好像很好看耶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个蜡笔超帅的。借你，好，借我，好，那我也来画一个，你也一起画。嗯，我要画这个大骨头，画。这个大骨头，我给它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螺旋彩带，弹错了啦！螺旋彩带，画画画，你看，你再画那一个，我再画这一个，爸爸，这个，我再画一个尾巴，爸爸这个，不是这样的。老师有这样子啊？老师那样子是在做什么？